永春五里街古镇于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之地，也是海丝路的源头。夜晚的五里街更是美不胜收，千盏明灯闪烁，营造出一种喜庆而古韵的氛围，让人仿佛置身于海丝原点时期的盛世海丝港。五里街作为著名的商贸古镇，是曾经东南亚华商无永不开市传奇的源头，过往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，见证着闽南地区海丝贸易的繁荣，也形塑着爱听感应闽南文化精神。分布在五里古街的十三节、海客巷、曲径十三柱、树南山庄、骑楼商铺等商贸遗迹，得以窥见其文化风貌。2018年下半年，五里街镇对旧街11间店楼进行修复修缮。2019年以来，旧街修复修缮工作全面铺开。如今古街修复已进入收尾阶段，街道交通已逐步恢复，古街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广大永春市民的面前。那些隐匿在古街里的故事和记忆将重新被唤醒，重振五里街的商贸文化精神。曾经的古街很旧很旧，现在的古街闹中取静，散发着别样的魅力。若你不曾见过江南美景、烟花雨巷，那么趁现在，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，来五里街古街观漫天油纸伞吧。很多人偏爱古镇，当你处身于淹没在烟雨中的自己，踩着青石板路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。行走在五里古街，脚踩石板路，在街口小店吃一碗特色小吃，在木质骑楼间踱步赏景，在醋老迷香闻那股迷人的酸香味道，在侨韵五里古港剧场徐港记忆里找到曾经一度逝去的历史，在海丝寻梦书香文苑纸之成画鹤舞永春等四个景点徘徊，观看上演着具有地方特色的表演项目，找寻非遗文化的魅力，最后到巡查问道浅酌一杯佛手清茶，已经成为不少当地人的生活日常
也成为游客的心头之好。